环境方面的研究，他在中国民族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联合项目中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们第二位嘉宾是 Chris Dunn， 他是有20年经验的可持续性部门的领导人，他是 AMP Capital 房地产公司。这家公司呢，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industrial assets. Chris is 280亿的资产投资，主要专注于大型商场等等。他有 Chris 在可持续性项目和绿色建筑、可再生能源运营、优化环保、法律等等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接下来请刘博士开始他今天的演讲。感谢 Yaki， 我现在要全部共享，有点问题。OK， 我们只能看到桌面。好了。OK， thank you Yaki for introduction and 感谢 Yaki 的介绍。我很荣幸有机会来跟大家介绍我的项目。我们今天要讲的项目是中国的房地产企业的绿色供应链行动。我们的口号是只有绿色采购。I'd like to do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SE. 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阿拉善基金会。我们是2004年成立。SEE 是代表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它是一个环保方面的中国 NGO。 我们的使命呢是通过支持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来保护环境。我们组织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成员有很多企业家，我们现在大概有将近900个会员，在中国有29个项目。我们也支持了700个中国 NGO 的环保项目，总共支出了1.03亿美金。另外一大特色呢，就是我们很多企业家是房地产行业的，所以我们能在房地产行业内开启行动。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背景来介绍为什么我们要开启这个项目。我们以碳排放为例，我们知道全球建筑业的碳排放在2018年占到全球能源相关28%的碳排放，那中国的建筑行业的排放量占到全国的排放量19.4%。那供应商混凝土啊、钢筋啊、铝啊，他们都碳排放量很高。所以我们想，如果我们中国其他行业能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真正切实的减少碳排放。那还有就是污染，我们行业产出了很多的 PM2.5 的排放量，钢铁和混凝土的生产的排放量就占了整个行业排放量40%。所以房地产，尤其是房地产的供应链，对于减少污染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2016年开始了房地产的绿链行动。五大机构，阿拉善、中诚联盟、全联房地产商会、
老师集团还有万科五个机构共同开启了这项行动，来改善上游的供应链的表现，就是通过我们的绿色采购行动。我们现在总共有100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占到中国整个行业体量的20%。经过4年之后，我们从不同的方方面面获取了更多的支持。现在我们的行动委员会结构是这样的，这个委员会有7大机构、7大组织，7个组织的代表呢，来形成了我们的委员会。他们包括相关的政府机构、三方机构、NGO， 还有整个这个行业的参与者。这张图中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动机制。我们的委员的行动小组，他们会界定具体方向，进行决策，发布运行的相关新闻，进行工作的协调和具体的运营。他们也会收集这个相关的环保报告，是由供应商提供的，还有会考核这个绿色采购标准，还会来跟进这些供应商他们在环保方面做出的改进，给他们提供技术支持。那根据供应商白名单，我们会进行绿色采购，让供应商更加环保。我们现在有7大绿色采购的类别，覆盖到不同的材料。我们比方说我们有木铝，不同的这个参与的候选人供应商，他们要满足环保相关的标准，然后之后他们要进入了这两个铝和木的类别之后，才有可能成为其他类别的供应商。我们也有专业的机构会设定标准来确认这些合格的供应商，同时为供应商提供技术支持。每个类别呢都是有针对的，比方说它针对空气污染或者是保护森林等等。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白名单的筛选是如何进行的，比如说这个环保合规类别，我们同 IPE 进行合作。 IPE 是公众环境研究中心，它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NGO， 它有这个蔚蓝地图这样一个数据库。我们用蔚蓝地图来看这个供应商他有没有相关的环保方面的记录，然后再给他进行分级，之后再给他们反馈。如果有一些环保方面的记录，让他们或者是解释，或者是改进，或者是做出调整。如果合格的话，让他们把他们放入白名单。如果这个环保记录有缺失的话，或者是出现了新的问题的话，他们整个流程需要再走一遍，才能进入白名单。那现在7大类别里面呢，我们有3669家白名单供应商。这7大类别大多数都是环保合规相关的，还
还有其他类别。那根据白名单，我们还发展出两大另外一个名单，是绿名单和黑名单，主要是关注于能源效率和减碳。这是绿名单，黑名单呢，就是污染相关的，比方说有重复的违法污染活动，那这样我们就会把这样的供应商放入黑名单。如果其他的公司，那我们的公司就会拒绝从黑名单的供应商中手中进行采购，我们会从绿名单的供应商给他们一定的优先级，所以我们就有三个等级的不同的名单。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机制，有白名单、黑名单、绿名单。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教育各家公司如何利用我们的名单，如何利用我们的标准。我们进行了很多绿色采购培训。去年我们就培训了140家这个房地产公司的130个经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线下的活动，也会有线上的培训，培训了47个经理人，总计200人。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公司能够利用我们的白名单进行采购，然后我们就一起开启了这个集中采购的一个活动。去年呢，我们推进在这个行列当中的160个供应方，一共实现了7.5亿美元的一个总计的绿色采购。今年呢，我们这个联合绿色采购项目计划将会实现14.8亿美元的总计采购额。这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一家公司，也就是朗诗集团。朗诗绿色建筑集团，他们做三样事情。第一，他们会去实行绿色采购的标准，利用白名单进行采购。第二点呢，就是他们也会对每一个6个这个分类呢，都进行一个新的标准的一个鉴定，找到更加环保的供应商。比如说，有201个供应商，他们来自蔚蓝地图，特别是一些上游的供应商。我们试图让更多的企业就像朗诗一样，成为我们的节点。我们在进行了一个人居奖的颁奖啊。去年有4个企业获奖，今年呢，我们也会让一些在采购方面出色、表现出色的企业给他们颁奖。我们呢，在这个整个行动也有一个沟通的机制和平台，我们有一个官方网站，现在是中文版，那我们马上就要更新成英文版了。我们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这上面所有这些白名单的企业啊，都在上网站上面可以找到，在微信上面可以找到。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也是与日俱增。
在过去四年当中，每年我们都会进去这个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参加，作为参会单位。好，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大家，希望我没有占用太多时间，非常感谢你，鲁博士。啊，我提醒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随时进入。啊，问题的一个输入，然后我们在最后会给大家留时间。啊，谢谢鲁博士。接下来我们请 Chris 来分享他的屏幕，谢谢。各位好，我是 Chris Nung，我来自 AMP Capital。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2030年房地产的策略，这是我们的 AMP Capital 的房地产团队的可持续团队我们是在这边建立了一个可持续框架，包括三个支柱：环境、社会和治理。我们希望能够不断提升环境的效率，实现多元性和平等，帮助社区不断繁荣发展，并且呢，帮助各国提升他们的政策和流程，减少降低环境风险。我们参与了很多的国际的工作。包括对标的工作，并且，用 MyBiz，比如说是澳大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平台，工具平台，在澳大利亚是有个叫 Green Star。今天我想主要讲的是我们的近零，净碳，近零碳的一个策略，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个零售业务零售的业务，特别是食品企业能够使用可再生的、可回收的一些包装。我们也是正在进行一些收购，来持续实现可持续性。也同样也可以使得更多的人可以无障碍地进入建筑。不仅仅是需要这些轮椅的，还有包括在视觉和听力方面有障碍的人。那这边是我们那个是16个具体细致的一些活动的一个时间线，我们有一些里程碑是需要去实现的，到2030年。这是我们的一个在全球叫做 GRESS 的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工具，它是一个对标工具。我们有100个会员成员单位就是他们都是投资者。然后有这个调查呢，上面有4.1万亿美元的这个资产价值。从去年的从之前一开始的70几分到去年达到了90分，一共有6个基金参与了这样一个调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页的关键呢，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个灰色的全球是72分的是一个平均分，而澳大利亚则是81分，大概是比全球平均高10分。那我们 AMPC 的平均价格呢，平均那个分数呢，则是更高，达到90分了。所以，澳大利亚还是非常依赖碳的、煤炭的。他们进入一个零碳的一个进程还是比较慢。那么，在企业界，特别是房地产行业呢，
他们也正在进行一个转型。那我们的一个零碳战略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这边有一个瀑布式的一个图形，展现了我们一个基金如何啊，我们看到这边一个深蓝色的这一栏，其中就是有的我们的电力消费，有我们的这个天然气或者是煤气，还有燃料的消费，还有就是这个制冷剂的一个泄漏。然后我们看到最上面这边大概有4万吨的一个需要减少的碳排放，那么这边减少了能源的使用，可以给我们中和掉8000多吨。另外的一个可以减少我们碳的一个来源呢，则是电网的碳中和、去碳化。接下来可能可以到2030年实现30%到50%的减少。最大的一个减少量呢，是来自于我们去采取可再生的电能。这就给大家做一个我们总的一个零碳的战略的一个介绍。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剩余的排放特别是一些这个热水器的加热方面的我们可以在这方面的一些余热呢，可以用于热水器加热，可以用来洗手之类的。那这边我们看到有三个范围我们会不断提升我们的建筑的能效，我们也会在做一些太阳能电板我们的这些建筑呢，往往都是低层建筑，然后是很适合于做太阳能的相对于而言，他们的这个屋顶面积都比较大。然后呢，我们也会去购买可持续的电能，会购买大量，大概是4000万澳元的一个每年的一个购买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购买可持续的电能的话，我们会去使用一个可交易的一个证书，能够去补足我们的碳消耗。那我们还有一个行动，要使得我们的建筑都变得电气化，来减少或者说去去除我们的那些烧煤烧碳煤炭的那些这个加热器还要使得我们的这些冰箱还有这个制冷设备里面的这个制冷剂都换成更环保的制冷剂材料也就是原来的是 HFC 现在换成 HFO 它对全球变暖的效率这个效果呢会非常的低这个也是全球的这个制冷剂的一些标准。我们也会有一些这些新的冰箱都会有一些更新。长期呢，从现在到2030年，我们也会去全部去去除我们一些柴油的发动机变成电池。然后呢，我们也会去对于那些剩余的排放呢进行一些补偿。我们去用购买的方式来补偿，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生物多样性的一些工作。
这是我们在悉尼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楼。这边是一个其实是现场的一个渲染图。这我们把它叫做 Key Quarter 大楼。它其中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可持续的一些功能。比如说它有这个外部的遮阴，还有 HFO 的制冷。它能够重新再利用的它的一个筒芯。接下来这个呢是它的一个屋顶的一个立面。这是六层楼的一个大厅的一个渲染图。这是一个在零售大楼当中的一个渲染图。我们也有一个绿色屋顶，大家可以上面去午餐。这是现有的老的建筑，大概是1980年代建造的一个办公楼。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新的建筑的它的一个渲染图，它会其实是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上再建造。红色是拆除，南面的立面呢，再回到这个电梯核心筒，绿色的呢是新的结构梁、结构板、结构柱。这是一个截面图。给到一些我们的碳排放的减少量。65%的结构柱梁和楼板都得保留98%的内部结构墙。这相当于2年的结构运营碳量，这是世界上首次以这样的规模来重新利用核心筒。所以我们是提议这样的来适应气候变化。右上角的这个图是最差的情况，在下表中呢，你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很多的城市，这种夏季呢会主要出现热压力，会给我们带来暴雨、冰雹，风速很大，会让很多的房顶给掀翻，会摧毁建筑物。那澳大利亚大多数人口都在集中在海岸，人口集中在大城市悉尼、墨尔本，小的一些旅游城市他们也在海边。那这些地方都会有这个洪水、洪涝和这个被淹掉的这种灾害，所以我们需要采取措施让这些建筑物更有韧性。那最后我们再来讲说一下建筑回报和这个可持续性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个建筑越有持续性，它的回报率是越高。那这也是有周期性的，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采矿业务，所以这个建筑它的入住率也是有周期性的。最好的建筑它的需求量一直是很高的。我们发现有一个绿色 Alpha 或者是绿色溢价的效应，也就是说它的运行成本越低，
它的租金是越高，它的整体的回报率，在这个绿色的建筑和这个不那么绿色的环保的建筑之间呢，还是差很多的。那大概是相差0.5%的回报率，那得有更低的这个控的入住率越高，它的运营率越高，越低碳，那它的回报就越高。我要讲的就这些。总体来说呢，我们知道我们可以用全球可持续性的一些标准作为参照。房地产行业，像我们这样的公司，我们都是最迟到2030年想要达到零碳排放的目标。很多公司呢都是想在更快的，在更近的年限内达到这样的目标，有的是在2022年，在澳大利亚市场，我们也给出一个链接，让向大家解释为什么可持续性在房地产行业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低能耗啊环保的建筑会在澳大利亚的房地产行业带来更多的回报。感谢 Chris， 您的观察是很有意思。我们还有几分钟来进行问答，大家请踊跃提问。那我先想跟进一下 Chris 说到的最后一点，更高回报。也要问卢博士一个问题，在中国的大环境下，可能阿拉善基金的成员他们会不会被这个绿链行动所激励，还是说他们是因为绿链回报率更高才采取行动的，他们的动机在哪里？感谢你的问题。有几大原因，首先是从政策层面，政府有很多政策会想要预防污染，也会有一些政策会关停这些污染企业。如果他们有这个上下游的污染供应商的话，那很有可能某一天就会被政府关停，那这个污染链就会被切断。这是政策方面的原因，所以这些公司也有理由来更好的改进自己的供应链，找到更加环境友好的供应商。那现在绿色品牌也越来越受欢迎了，人们也想买绿色品牌的产品，这类品牌呢也会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支持，这是第二大成为绿色品牌的原因。第三点，这已经形成了趋势，不仅仅是在房地产行业，应该是在全球和国家的层面。低碳排放量的开发都是大势所趋，很多公司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也采取行动来加入其中。加入绿链行动是他们可以采取的行动之一，所以中国公司他们愿意参加这样的项目。感谢卢博士。那两位能不能给出一些建议，给出设计师、建筑师
或者是可持续行业，他们如何能跟这个给出支票的资金提供的这些人投资者让他们买这些绿色产品，但是绿色产品可能价格稍微高一点，怎么能让他们参与起来？我来回答，我觉得很重要，要让可持续性成为这个业务上的一个趋势，让决策者都参与进来，能够从早期就影响到他们，让在可行性方面和这个概念的阶段就让他们考虑到可持续性，而不是在后期细节的时候才把可持续性考虑进来，只能做一些很小的改变。那开发经理和设计师他们在进行概念设计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概念展示给投资者，需要获得他们的支持和同意的时候，就可能要改变这个外立面，可能要改变这个窗户玻璃呀，可能要对这个机电要做一些大的改变。那可能只需要稍稍改变一下机电服务等等，你不希望是这样被动，你希望能够早期就跟他们沟通好，让他们知道绿色的建筑他们的入住率更高，回报率更高，更好的周期回报率相对于这个非绿色资产而言，这样能够更好的影响到决策，能够在可行性阶段就能够把可持续性加入进来。感谢 Chris。 那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两位的分享，我们的参会者也学到了很多。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 Q&A 这个功能里面把问题提交上来，那之后问题回答好了之后会放在网站上。那接下来我们请回 Lindsay。 感谢我们的嘉宾。那听众，我们还最后还有一场会议，你们回到日程页就可以看到最后一场会的链接。感谢大家，谢谢，再见。